他这次长城，不也不是单纯的去登高望远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去长城上推销。可以错。我们到长城脚底下了。准备登临长城。身体好。你看着呢。
个缆车，毫不犹豫就坐了，是吧？万里长城。我们现在在长城博物馆，这里有好多的古迹。结束，接下来就坐地铁回北京，结束今天这个充实的周六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